哇，好漂亮的国庆烟火啊！如果能把这灿烂的美景留下来，不知道该有多好啊！阿范，你可以用这个，这是我在断代网买的木作小剧场台北烟火明信片，它可是一个能够动起来的木作模型，经由简单的组装，就可以打造出一场美丽的台北烟火秀。它看起来很精致诶，摆在客厅或办公桌都是一件很疗愈的摆饰。是的，你还可以把它当成明信片，寄给好友，一起分享台北烟火的璀璨夜景。太好了，只要轻轻转动把手，烟火的动态就立刻呈现在眼前，真是一件充满创意的 DIY 手作礼物啊！